左左这个位置被看到了，奈特想让阿乐这个位置，阿乐让后，露了没一下，露了要倒了吗？阿乐，阿乐，耶，哇，天雷，这波我单人的绕后没有用啊，金身拖时间，三六九要过来救一下奈特。Fofo 有机，小闪反身一个大招射到 Fofo， 过来想硬换，有机会吗？这个盾给救回来了。阿乐这个踢的位置，我是他是踢了少，他好像踢劈了少兵，然后绕了，好像不是踢那个眼。往前闪躲威鲁斯的大招，西巴龙今年怎么这么猛？这一波接地机正面先开小龙，不过打的速度非常慢 ，EDG 已经把视野控死了。Fofo踢到下面，还是阿乐踢到前面？阿乐踢到下面，这波要反包接地机。Ruler 这波没闪的 Ruler 这里几个二能二到吗？没有，毁天灭地的团战，朱妹这里闪现打开致命的进大招，但是左手这波进场也没用了，三九九迟迟来到，这边已经死完了，这里左手一个大招反拿一手 Fofo 用秒秒死不了，而且甚至都不想用，这里阿乐七下路一手闪现进场接地机完全没有发现啊，又打断了贾克斯，哎，绕后踢了这波绕背了，好像不知道，没发现，不知道入了没进化没闪，入了死了，叫天雷，完了呀，结束，入了没进化没闪啊，干锅也用掉了，两个大汉七连只能死消左手，可惜，哎，凯南绕后 TP 点子，哇，这个位置好好啊，没事也看到他要来了，要垫大的了，这个位置炸裂炸裂，垫的波大的结束了，这 Knight 还没绕到对面后面，这正面就被凯南绕了，结束结束， Ruler 要被掏钩子了， Ruler 又被掏钩子，直接进来开，有艾希大招的奈特有什么用？三六九要硬进场救吗？救不了，回头给个大招再回来，想创造奇迹，但是没有奇迹。贾克斯要交机，他 TP 到下路兵线上来了，这波想要来三角草绕，阿乐很聪明，这边是史蒂没闪的，没有人发现，史蒂没闪的，阿乐来了，直接闪电，哇，电了个痛快的，一箭是射到了奈特。奈特也感觉跑不掉了，奈特有闪现，奈特还在操作奈特，奈特打不动啊！金身不能开，这讲的是对啊，小手还是要偷，还是要偷那个凯兰特。阿乐，他闪现好了，阿乐跳面来了，阿乐来了，天雷绝杀，露娜被闪在鼻子，游戏结束了，死了，游戏结束了，游戏结束了。哇操，他这个 TP 的位置够色情。金东感觉像是一坨散沙，金东这不能开龙的，他绝对不能开龙，他出去找他们打，他开龙这个位置入的是必死的，小丑尽力了，而且三六九是没蓝的，他们就不能主动打，金东已经在打龙了，他们把龙打到了9000血左右，正面结界过来，凯南直接踢到下面兵线绕后了，凯南这个位置能不能绕成，我们看一下他的闪现差一点点，应该快好了，入了是没有闪的，凯南来了，配合猴子一个里应外合，团战直接爆炸，那这样上面投了艾希娜的塞拉斯好像也活不下来，开一个中亚有闪现能闪走吗？一家闪现回身给一剑，但自己还是拉回去选择打到底，被维克多刷新护盾扛住伤害完成反杀，阿乐太灵性了呀，这波 TP 阿乐有点子，这一波